就我们真的是，啥浪漫事儿都跟咱一帮一起干的，什么烟火会呀、啊，看日出看日落。R，那我把万写上吧。又是一个混乱的夜晚，写了R万，那我给他写上 S。好 ，S 写完了 ，E 我就留给野哥吧。一些记忆在浮现，闪亮灯火照耀着平安。在色他这是走是吗？赵让，赵让，你是赵让吗？啊，夏之光在这儿。感觉像打了鸡血，更让我感觉到我需要兄弟们陪着。这么好的风景，不跟兄弟们一起看太可惜了。面子在兄弟面前一文不值，今天沾旗必胜。星划过天空，它穿过彩虹，这里不再。兄弟们快来呀，山上好冷啊。怎么热呀，这火车线啊。没了，马上没了，就走了。拜拜。希望我们可以创造一个有 Rice 的平行世界，在那个地方 ，Rice 和小十二可以永远不分开。人家十一跟星一就代表我们十一队 ，Rice 顶峰相见了啊 ！Rice Friday Together。星光岛的星光照亮月亮航行方向，眼泪做脚努力的滑入海波浪接起航，掷地有声的狂想，要为民的力量，是否还记得雾的另一端是什么模样，有什么感觉、啊、可以啊。要是你跑要来亲我呀，快点接吻，接吻，要接吻，跟你们之前在一起的时候，带动了整个团聚，然后一起追剧，对，一个房间，大家坐在床上，一起在看，一起的一路，就画面还挺美好的。跟当时的人一起干的，不是，去年是我们是一个人在的。觉得挺开心的，能用自己的话把这两年的时间放在一首歌里，就是记录下来。在当时快要毕业的时候写下了这首歌。分开是为了更好的重聚。觉得 Rise 解散了就是日落了，因为对于我而言，日落过后下一刻就是破晓。
过奖正在进行中，我们没有期限。